壮丽大屯山，陪伴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，绿色和平，台湾文化广播电台，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。这个节目是从生活中有关自然、文化、环保、心态的记录，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关心咱的心灵和生活。绿色生活，绿色生活，吴素凤主持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
啊，今仔日呢天气呢有较无遐热，所以呢大家去这拜六吼，这周末的时间一定呢会感觉讲，这心情较好、较轻松。佮听到咱这夫妻吼啊这条歌呢放出来了后，我忽然想到咱爸爸节刚过吼，啊爸爸节呢可能提早啊，可能是这个拜一啊，可能呢因为今日拢咧上班哦啊，所以呢佮选这个假日来做爸爸。啊、我总是讲妈妈节、爸爸节，爸爸节呢，妈妈也一起过节啊；母亲节呢，爸爸也一起过节啊。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夫妻关系，那夫妻的亲密呢，透过这夫妻哈啊，这条歌哈，大家听真久啊啊，所以可能呢，各位听众朋友感觉讲，确实啦，真正知影要知影的意思啊。今仔日呢，大家哦继续收听哈、你一定也可以得到这个答案哈、啊，各位听众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素芳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苏世雄。是，非常谢谢苏世雄老师来，跟我做协同支持、主持哈、这个、节目啊。所以讲，伫家呢，透过呢苏世雄老师哈、我嘛希望讲，伊会当小谈解说者，因为呢，咱已经进行者为着呢做伙修台语哈、修台语哦，咱大家做伙来听首修好咱台湾的台语啊。个即阵，到底呢，咱以前有讲过啥物？那苏老师呢，来谈做者复习一下啊，来好不好？多谢哈。咱做伙修台语，大家做伙来听修修好咱台湾的母语这个专辑。今仔日是进入到第五集啊。咱今仔日的本周的主题呢，是叫做讲台语嘛，着讲台文，唔通做咱台语的青面牛哦。也就是要来讨论咱台语文书写，台语文书写的。种的话题是吼、那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听到这感觉讲，咱拢是安尼一步一步来有有啦，讲给大家来了解吼、咱也要讲台语啊，但是呢，这台语到底啥物事？讲实在，我嘛是对台语要书写嘛是猜未牛啊，猜未牛，捌也要讲未晓写啊。今日呢，咱来透过呢，咱的来宾吼啊，会当给咱了解啊。首先呢，咱介绍今日的来宾，除了呢，苏世雄老师以外。咱主角，咱讲主角出来了哈，都是咱李庆华李老师哈，啊个嘉怡哈都到现场啊。不过李老师哈是苏世雄老师研究所诶指导老师，所以苏老师最好你来介绍咱请安老师也经历哈，咱介绍者哈。安尼哈，迄、个李庆华李教授，伊是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的博士，啊，伊目前是咱台湾师大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兼。文学院的副院长啊，我个人的关系就是讲，我真欢喜，伊特别阁是我一个研究所阶段的指导教授啊，所以今仔日会当请庆华老师来到现场啊，会使讲真欢喜啦哈。庆华老师来向迄个大家听众朋友讲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啊，主持人啊，世雄啊，嘉怡大家好，是啊，世雄老师你好，另外几位啊，有和我同齐拢相款有来过几摆啊啦哈，就是咱师大大文系的博士候选人。林嘉怡林老师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嘉怡。是，那嘉怡哈，苏老师啊，咱今天哈，如果能要看头毛的背哈，哇，那老中青哈。是啊，咱本来这社会都老中青哈啊造成的，所以今天起来这话题哈，更加予咱的感觉讲，真趣味哈。所以老师啊，对，要看关系嘛是有关系啦。曾经听过老师的课啦，是啊，听过课吼，无认真阁继续，阁感觉台语那成真困难吼。无想到讲台语才有学问吼，啊，一直想要学，想要学呢，啊，人拢总是吼，袂当讲，挪出这样的时间出来，所以透过咱的节目，我把一点吼，加感谢老师咱支持吼，会当透过咱的节目吼，一寡咱热心好朋友的听众朋友啊，还是其他的朋友吼，了解讲，咱拢会晓讲，但是要安怎起步吼，要安怎去找门路， yeah. 所以爱透过老师你今日爱导阮好好来讲，吼咱听众朋友知影吼，所以本来就安尼讲吼，啊讲青面牛，青面牛嘛是会晓讲话，嘛是会晓。
人沟通，但是呢，要看看无，要写写未出来，这都是咱的咱的母语台语中当中，相信啊，80%的人拢有这個问题啦，吼，所以底下要请问哦，老师啊，咱台语也要讲啊，但是呢，台语吼，敢有字也要写，会当好难写。哦，来讲，大家语言若要写啦，哈，都拢有字通好写啦。啊，若无要写哈，啊，都无字通好写啦。哦，安尼真简单咯、哦。就是安尼啊。但是吼，安尼要写出来，字体个要写来，写出来可以用英语，用注音，用迄、那个，拢唔是正统。我对我来讲啦，吼，拢写出来拢唔是感觉唔是台语的，所以还是老师爱讲较清楚的。咱先来讲迄、那个。讲头讲个青梅牛啦，哈，那青梅牛，咱台湾人咧讲青梅牛，就是讲啊，我都要讲台语哈，啊，唔过迄字哈，唔捌我啦，哈，唔是我唔捌，唔是我唔捌，是唔捌我咧，哈，啊，所以咧讲这个青梅牛，想讲咱咧饲牛，安尼迄个牛伊都啊唔捌字嘛，哈，像阮许多人，阮老爸老母人做事嘛，啊，伊就拢甲我讲，啊，阮个青梅牛啊变呐，哈，啊，就想伊细汉识学。失学啦，哈，无学过，无读过册啊，无过学过文字，啊，这是咧讲华语啊，哈、啊，当时就是讲华语，咱拢有受过教育嘛，去学校读册嘛，啊，所以咱就捌字，啊，阮是大人，伊就无去学校读过册，伊就讲伊唔捌字就青梅牛，啊，所以这青梅牛其实嘛，不一定讲有啥物歹意思啦，就是讲咱与台湾人早前都拢做事嘛，所以拢用牛来做。做譬如的作者啦，啊，所以就讲唔捌字叫青梅牛啦，无啥物歹意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以前那人啊讲，啊，你迄个台语讲遐好，啊，佮唔捌字，哦，啊，你唔捌字这三字嘛，吼，感觉讲歹意思，因为唔捌字后边对三字出来啦，讲无卫生，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其实这种。讲是早前的误解啦，其实是咱讲唔捌字，啊，咱来去学校读册就捌字嘛，哈，啊，咱台语咱就一直无伫学校教育早前啦，哈，2001年开始就有，但早前拢唔捌嘛，所以咱早前拢嘛青梅牛拢唔捌字嘛，哈，啊，所以这个足自然足正常，无骂人的意思啦，哦，无人无啦，不会讲吼，我很无辜嘞，你哪知我唔捌字？对啊，牛唔捌牛的字啊，啊，咱唔捌牛的字，无辜啊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字，就是爱先讲，什么叫做字啦？哈、哦，啊字就是讲，咱家写出来，啊，咱起来读，啊，咱看有意思的，叫做字嘛。啊，所以字，咱伫台湾通常拢会通过解讲，啊字就是孔子字，就是汉字，叫做字。啊，其实你若读迄、那个咱人类迄个文字的演变，你就知影讲，其实这种字是较早进前有诶啦，是人类上爱早有诶，所以讲起是较古老、较老诶文字，种画红啊呢啦，哈、嗯，种看到虾米画啊个画形出来安尼，啊，其实后来，哦，过头5000当前，人类开始画红啊嘛，哈，啊开始画这种像汉字这种诶画红诶字，啊，其实过2000当以后，就发现讲，咱诶画内底有音呢。有声音嘛？对，啊，个声音嘛记落来，那会晓写遐音，我的文字我要讲，我都拢要写，啊，这个叫做后来叫做罗马字啦，是啊、哦，所以咱即马台语字就变成有两种字，是，一种就是汉字、啊，因为咱传统咱的文化环境内底都是传统有汉字嘛，哈、啊，但是咱搁有迄个罗马字，啊，罗马字为人拢会来改白提供迄西方的，啊，其实是完全唔对啦。是，伊嘛是拢同款的人类发源的时阵，伫中东迄个所在开始生出来物件，拢人类的祖产啦。人类的共有祖产，啊，咱也拢甲放掉，讲迄拢西方的，啊，咱无爱，啊，唔是作戆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所以是祖产愈济愈好啊。所以咱台语就是较幸运啊，吼。比华语较幸运啦、啊，啊，咱台语后罗马字后汉字两种文字通写，咱祖算较济嘛，是，
讲到这个汉字吼，我来就是讲吼，因为其实老师因为对这个问题已经足了解，但是一般人啊，其实讲到汉字，伊嘛想讲啊，汉字敢毋是华语的？吼，迄写出来迄字，迄是华语的字啊。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误解啦，吼。就是讲咱怎样讲汉语下面有真侪语言，啊，咱台语含即马的这个华语，也是讲客语，拢是这个语言内底的其中的几种。啊，其实这个语言吼，咱拢共同来使用汉字，都像台语含其他的语言嘛，共同来使用这个罗马字吼。啊，所以像讲啊，有诶较简单的这个汉字啊，像讲华语讲天地的天。对吧？啊，咱台语嘛讲天加天嘛，吼、哎哦，咱顶顶礼拜讲的这个分别音天加天，对吧？吼、嗯，啊，像讲华语讲地上的地，吼、嗯，啊，咱台语嘛有地啊，吼、哦，像讲这个天啊、地啦、山啦、水啦，吼、哦，这汉字拢是台语含华语，因用的字是拢同款的，吼、哦嗯，啊，有的字咧是台语有咧用，华语无咧用，有的字是华语有咧用，台语无咧用，不过不管安怎吼，汉字伊。唔是专属这个华语这个语言呢，好、哦、是讲这些字都是伫咧遐，都像杜家老师讲的，伊的历史足长诶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汉语下面的每一种语言，伊会照伊家己语言的规则甲特色，去甲这些汉字念出来。好、哦，这都是咱伫咧这个台语内底汉字的这个部分的传统。是啊，阿哥唔定是干哪汉语咧，哈、哦。伊阿哥有其他的语言的使用啊，日本话诶，迄个汉字就是使用者嘛，哈、哦嗯。啊，韩国话早前也未用，韩国真正嘛是用者啊，哈、哦嗯。啊，越南嘛是啊，早前嘛是啊，所以早前受汉字影响的这个文化圈内底真济国家。民族拢使用这个文字啦，是是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拢伫咱东南亚地区啊，较侪嘛吼，哦是哦，所以都啊，诶、欸，安尼讲开，就是大家拢较早拢误解啦吼，讲汉语汉字啊，就是咧讲华文华字华语嘛吼，用这安尼狭窄来讲，其实呢，咱这是广义范围是很广的啊，语言拢会使互通啊，有诶有用着，有诶无用着哦，安尼。有定定咧看电影的人，可能会去注意到讲，迄、那个香港片吼，因的话，甲因的字，迄种含咱所谓的国语无相款呢。对啊，香港人因的字嘛，一个咱客语毛客语的字呢，迄、嗯、有机会再过来讲了、嗯就是。是是，遮拢是汉字的一种，是是，也会使讲是汉字会使提来做作者将语言的书写文字、啊、哦，所以不是独一的北京话，他也使用讲汉语。汉字慢慢的写过英文呢、哦，对对对，是哦，是的。对啊，伊 science 改写的塞恩斯，还有名著改写德莫克拉西，不听明白？德先生跟塞先生，塞先生，是是是。所以真侪台语真好诶啦。啊！伊就看到讲吼，这个用台语写的文章哦，伊就讲啊，你写这啥我看无啊、嗯？意思就是讲，我台语明明遐甲我讲，啊，你写这什么怪字我看无，要哪会使？其实这嘛是一个误解啦，就是讲咱过去无这个机会通学台语字嘛，啊，你无学过，你当然就看无啊。像讲你那是看一篇这个自己的文章，啊，你那无学过自己，你敢会去怪日本人讲啊？你写这啥我看无？是是，袂嘛，咱都袂去安尼甲人怪、哦、对不？所以咱那。准过去无这个机会去学台语字的时阵吼，咱都无应该讲啊，你写什么怪字我来看无、啊，对不？开始应该是爱去学才对。哎、嗯，伫美国嘛，做这人唔捌英语呢，唔捌字啦，嘛、啊、是做这，因为伊迄个像细汉的时阵无机会去读册，还是讲读一半不爱读，啊伊结果报纸摕来嘛是看拢无啊，啊伊嘛是叫做。唔捌字啊，嘛是叫做青面鱼，对，是美国的青面鱼啦，美国青面鱼就侪，迄个影集内底拢常常有嘛，因为一寡节目，因为你比赛讲啊，这字你要拼音无，这字你要拼无、嗯，结果发现讲，奇怪，真侪字连我都会晓，结果因美国人未晓咧，哎，是是哈，所以讲起这真趣味啦哈、嗯，每一个民族哈，也所使用的，包括也母语啦，或者共通语言哈，这拢真趣味啊。啊，这本来就是咱秦汉老师一本新的专长啊，语言学吼，啊加加以你嘛语言学拢你拢足深入的吼，所以这方面呢啊，透过两位安尼讲吼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相信你今仔听会更加清楚这是啥物代志吼，啊，所以讲有
当时咱咧表达的时阵吼，我就来请问老师啦。有当时咱啊开车出去啦吼，哎呀，即马拢小龙伫路边啦吼，啊做一个广告啦，搭迄个牌啊啦吼，啊有一个吼，咱用台语念吼，念咧听众朋友都听有啦吼。不过我来用这个字吼，这个字刚才在讲汉字，讲有有没有的有吼，啊进甲慢吼，很慢吼的啊，这个奶就是吃食无零的零吼，啊鸡，所以有人讲有一种鸡吼，这种鸡叫奶鸡吼，啊伊吼行路足慢的，所以下改讲很慢的奶鸡，啊其实伊表达的。嗯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搁咱即马定用的选举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拢着动算动算。啊，家门即咱拢知影的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普通的人拢有看到。啊，老师即两，即、这个用即个字，第一个，伊的意思；第二个，啊，用这写台语，是不是台语字？这是用迄个华语啦，哈、嗯，华语的音、哦、啊来注台语安尼哈，啊来写出来真趣味安尼啦。譬如讲。很慢的奶鸡，看那种真慢的泥鸡啊，但是伊是讲我这很慢的啦，吼、哦，这奶鸡是煎的，很慢的啦，吼、哦，再长慢慢落来的，对 对, 對、哦、啊，所以你来读出来的时候，你得了解，哦、你得回忆嘛，啊，你感觉真心实、哦，啊，你得甲买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得达成迄个目的啊，哦，所以这奶鸡就是，趣味啊，想起这卖什么鸡，对，这个奶鸡不是咧卖鸡吧？对，所以叫咧卖鸡吧，阿妈，啊，这只鸡佫行路真慢，啊，想乱那会真慢，都一直吼安尼，啊，所以这是种趣味啦，就是讲一般因啊无受过台语的文字教育。人，伊嘛想要写台语啊，但是唔知咩啦写，啊伊受过华语的教育啊，所以就用华语的文字来注音，哦、啊形成这种趣味性，是是啊这真心实啦，嗯，哦、啊就当然这袂当用这来写正式的文章嘛，是是，写落去的，误解啊，拢听无啊，是是，动算嘛是同款意思啊，啊动算是画出来写，拢动算，啊你想伊唔知啊讲这动算。台语啊，华语拢用同款迄两字啊，伊就想讲当选，安尼是华语，啊那当选来读做台语，应该唔是台语啦哈、哦，所以爱写做迄个灵动的蒜头，啊，啊那才是台语啊呢，哦，啊其实迄个就是。拢少想啊！你现在当选，当选啊！你第一读出来当选，拢少想，唔免阁用这种字啊！所有人惊惊唔敢写，其实就是安尼，足简单嘞。做些拢少想啊！做些含迄个广东词是足悬的啦，比如讲教室啊、教室啊、老师、老师啊，拢赶快下字。所以广东词足悬的啦，啊，当然要阁做些哦，无少想的特别词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以后你也替人写海报吼，也是要写迄个动算叫当选，这算作这两字呢，台语的字吼，台语字加这花纹拢赶快的，吼，唔免造成一个吼被冷冻的蒜头。有的人是感觉讲吼，伊那是写动算当选两字哦，无趣味，伊都无趣味嘛，而且伊希望表达讲伊咧写台语吼，哎，你要安怎咧？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啊，咱拄则有讲到这个罗马字对不？你看那个写动算迄两字，正确的当选迄两字，边啊个罗马字个注落，吼，安尼人随都知影讲你是要表达台语啊，是是，这是台迄个罗马字另外一个真大的好处。哇，安尼即个第一届听到罗马字的好处吼，都是即个时阵都爱在用到啦，吼，唔是讲一定爱写文章写字，噶爱用罗马字。人看到罗马字都知影你这个写台语，哦，都知影，你会晓罗马字，叫有学问。对都无同款啦吼，所以讲到这吼，咱会感觉讲啊，原来台语安尼就简单啊，咱来学这罗马字。所以讲到罗马字，我有一个经验啦吼，这经验我真正嘛讲过，我第一届接受是来台北读大学。55年吼、啊，迄阵阮姐姐都爱叫我讲台语互伊听，啊，咱装卡起来哦，老师我是台南县白河，迄阵是台南县吼，啊，老师我新化哦，
阿嘉怡呢？无我空阿聊，空阿聊讲阿叔，说老师。我高雄，你两个较近，我高雄我那算近。我上远，我上远，我北部。无，阿哥讲你搁较早就配诶，地配哦，阿哥讲。所以讲起来，大家吼，拢咱伫即台湾即所在，大家拢真亲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讲，诶，台北人拢嘛讲国语来，遮拢嘛讲国语。咱南部起来吼，人拢讲啊，你南部人，吼，有许个口音。啊，我足奇怪，阮即个呐，拢都爱。叫我讲台语，啊，无就讲一个华语，讲啊，这台语咱台语袂晓讲。好，我迄阵甲查讲，阮姐姐原来伫斯坦福大学台大设立的语言学系教台语。是啊，我咧头拄伊就第一个我就查讲啊，这罗马语，可是我也没有想去学哦，没有动机。第二个呢，我姐姐慢慢伊讲叫我都爱学罗马语，啊，我看看我无爱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第二次错失了哈。啊，第三次呢，就是听老师的课还是没认真，所以已经错过很多。其实真侪人吼，看到罗马字都惊，实在是唔免安尼啦，因为讲起来无遐尼困难哦。啊，咱唔好讲，就是讲用我讲的嘛。其实过去文献内底，就是教育公布内底有写吼，伊讲早前啊，咱就是未晓唔捌读册的人，完全未晓写汉字的人吼，啊，因就开始学这个罗马字。哦，啊，迄当时唔捌读册的人哦，做工啊人哦吼，因偌久。会晓写，会晓读罗马字，会晓写罗马字。主持人，你又看咩呀？伊学外久，学外久，就是讲规工开，甲改教，吼啊改教罗马字安怎写，吼啊伊学外久会晓写啊。文献内底记录的，一礼拜吼，你感觉一礼拜吼，三工哦，三工。文献内底讲，迄当时呀，唔捌读册的人，你改教。好，三天的时间，因都会晓写，会晓读。这是有可能的啦，因为头就讲过，讲迄是讲音念嘛。对。哦，就是讲你这语言内底，譬如讲，咱就讲注音，啊，注音那十几个，啊，母音母音的五六个，几个啊，尔，加起来二十几个，啊，这音学了，你也要讲，你得让注音嘛，你得让写出来啊。对对对。所以就变作简单啦。是。啊，咱这卖人看了罗马字惊，其实唔是咧惊罗马字，惊英文啦。对对对。啊，你管那些？是咧惊英文啊。因为那学英文，学话要惊死啊！佮佮佮佮叫学英文，不爱不爱，直接是罗马字啊！啊，第二天，请啊老师。哪里比较起来吼？哪里比较起来？我感觉用罗马字来加台语注音吼，比英语简单足济啊！英语外国话较困难，都是咩？不过吼，伫咱的年代，可能那个是诶，拄啊嘉义讲的例子是，人都唔捌字，所以紧要学，通啊写啊，咱有智障。知识的障碍，我都要下，我那都耳机就，我已经不记啊，那边个耳机，是哦，这个做大问题，这个知识障碍啦，啊，迄个年代，我的年代啊，比较没有世界观啦，啊，认为迄阵认为迄是教会啦。哦，真的就是这样的理念。哎，教会，所以讲到这吼，嘛是我有一站吼，伫这教会刚好在关怀老人，啊，迄牧师拢叫我都爱去读台语啦。嗯，吼，啊，可能讲我的台语小可有欠教的款，讲叫我读台语，我拢啊应付过无去啦，所以错失机会有四次，又增加，这个叫知识障碍哈。所以今麦有咧认真读啊。我直接举一个例，给大家参考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的学长啦，吼，是，因丈人是牧师，吼啊丈母都是牧师娘嘛，吼啊牧师娘因为身体欠安咧住院，吼爱做囝婿的人去病院看，是啊，护士看到吼，甲右边，哎，许先生，许先生，迄恁丈母，哦，恁丈母英文来好到迄个程度啦，我想到好，哎，摕一本原文的册呢，直接翻译台语给我听呢，哎，是，结果迄本是台语的圣经，是是是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较早咱知嘛，较早用罗马字来写台语圣经，作者台湾人，作者基督教的朋友。看迄个无咧偌困难，学对会啦，袂介困难啦。即阮查囝嘛，捌安尼讲。我哪咧吼？阮查囝讲，阿妈那遐搞，遐要看英文，伊根本拢英文啦。台语发音的罗马字嘛，学对会啊。哦，莫怪讲着阿妈，阮孙那个阿妈，你怎么我问你都懂？好厉害！这好厉害哦！包括公园的问植物，伊讲我妈妈不知道，阿妈你怎么都知道？啊，这个阿妈被称。也会很高兴哈，所以讲到这吼，搁一个问题吼，咱讲台语有字啦吼，啊，敢有人也真正来写这台语文？
有哦，咱作早都拢有人咧写用台语哦，啊用罗马字来写文章的哈、哦，全部用罗马字啊，就看开那英文，对对对，看开那英文，嘿啦，迄作早都写1885年哈，进前就拢开始教会公布来滴，文章就开始顶啊，那作早啊，哦，安尼1885去啊呢，哦写1885啊，咱拢也冇看过，哦，安尼哦，真正写1885，咱写作济呢，啊，咱都拢看准迄英文啊，改当作英文，对英文都。是啊，哎、哦、用汉字写的作早前的歌词啦，吼、哦、七字啊，哎拢话用汉字写，哎嘛写作字啊，哦真的，哦是是是，拢一两百档的啊，因为咱拢看歌是看的，哎慢慢的看的歌的剧本啊，所以都唔知啊，伫只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安尼听是唔是感觉讲，我们错失很多机会，也要讲，但是呢不要写，啊即嘛呢，佮含也要讲，都佮袂好讲，因为咱的第二代，咱的第三代可能。到尾啊呢，啊，伊那拢无讲啊吼，所以讲，哎，母语都是呢，咱的爸母安怎讲吼，对咱的爸母来遐学来的。诶，母语吼，啊，这母语咱对以前嘛讲过，这节母语都代表这文化诶原始吼，所以希望大家当重视。那各位听众朋友，咱讲到这吼，大家休困者，哎，结果继续收听哈，咱的诶这个下一次的节目啊，下一段啦、啊，下半段节目，对对对，下半段节目啊，这下半段节目真重要，你一定爱听。休困者，啉者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牛罗斯峰。您今麦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.3。哎，李小姐吗？这里是健保局。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。我没有啊。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。我是林检察官，你已涉嫌伪造文书，基于侦查不公开，你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，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。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。接获疑似诈骗电话，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。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，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。聪明多一点，诈骗滚天边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。新妇的哎呦，气色都来得好呢。拢嘛是靠妈妈的基金啊，好啉阁无加献味。妈，你哪遮厉害？我哪遮厉害？这是全国上大的情侣蛋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，用阿里山山药的棒山老家母提炼，无加水，阁无加中药复方，免烦恼的金属中毒。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。对啊，人因为起家、铁链、包装、配送，拢嘛是一条龙作业，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，当然是品质上好咯。安尼好，啊，新妇啊，啊是要阿好啥？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。哦，感恩啊！上大心的礼品，幸福的基金，2973-0409，2973-0409。专人给你上个护胸哦！耶、yeah, ！各位病菌弟兄们，虽然水流很大，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，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！加油，加油！首领，大事不妙了！人类开始用肥皂了！大家注意，只要他搓洗不超过20秒，我们还有机。已经超过20秒，没机会了。洗手请用肥皂，搓洗超过20秒，好习惯打败坏病菌。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您知道吗？孩子越早近视，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。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、视网膜剥离等，甚至失明哦。亲爱的爸妈，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，多接近大自然。小朋友要注意，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。珍爱好眼力，打败恶视力。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。那些和平顶有功德特报，那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。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，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突破行列。联络专线2973-0409，2973-0409。绿色和平，真实有感情。阮拢是伫这块等待，陪你轻松过日子。想你想你，就一点三。
是美丽的导师，我就是为你的四周围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《历史生活》，我是郭素芳。啊，大家听这《夫妻》这条歌已经听几啊届呀？啊，今仔日呢，咱很高兴的，也当呢，请做这个《夫妻》这个作词，就是李晴安老师今仔来现场，所以本人的现场，咱伫遮呢，都要请李晴安李老师带咱做这吟诗，因为老师足够吟诗的，你也上伊课吼，拢咱老师吼写足侪诗词的，所以伫遮呢，是不是老师你过来？来咱的对于你写的这诗呢，过来做一个，和咱听众朋友用无同款的方式过来欣赏啊。好啊，哎，讲作熬吟是安尼，人会失望啦。就真爱吟，真爱念啦，哈、哦哦。是，这首诗是我1983年哈、要结婚的时阵，写的诗。啊，印伫迄个喜帖顶悬，所以迄阵我的喜帖是印这首诗，啊，所以迄阵人的喜，通常一般接到喜帖的人，拢会甲留起来，哈、所以作者人个留咧啦，哈、哦，是，啊，我本来是按算迄天
我做新郎嘛，要隆重要念这首诗啊。嗯。啊，但迄天吼，实在是足紧张啊，所以无念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迄个我有一个朋友吼，叫做吴胜吼，伊来念念伊写好完的诗啊，叫做《从此》哈。啊，所以迄天是伊念的。是。啊，过几十冬，就是1993哈。嗯。我阁改翻作台语啦。这十周年的纪念，结婚十周年的纪念哈。啊，我咧念的是第一版的，啊，我念一遍啊。夫妻，你那是美丽多姿，我就是围伫你四周围，盈盈细细，为你殷勤固守的海岸。我那是孤单的多姿。你就是围伫我四周围，盈盈弯弯，甲我恋爱未煞的海洋。伫当兵，我是臃肿可可的岩花，互你一切的丢毒甲惊吓，安心刻点我的肩胛。伫西边，我是温柔体贴的沙花，看看甲你呼。甲你笑，安慰你所有受伤的魂者。爱互咱做伙，亲像天，亲像地。爱互咱做伙，遐尼久，遐尼多。多谢，多谢。哇，那我们秦岸老师哈，哎，很罗曼蒂克呢哈。啊，你结婚都谈恋爱很久。诶，有这个感受啊！其实足紧的，哦，足紧哦，哦，那时候一个月就结婚啦。哇，你怎么这个讲怕女朋友那样紧啊？就能够有这个感受哈、所以讲，根据老师的这书哈，输出诗词方面，刚刚你足感性，很浪漫的哦哈。啊，结婚十年了，你个原在用这个方式来用台语表达。以前是用这华语写，迄阵用华语写的时阵是也未晓台语啦，哦，也未晓台语，啊嘛无台语意识啦，哦是，拢唔知呀，啊嘛唔知影台语当下，就是迄阵嘛是台语的前面古，1983的时阵啦，嘿嘿是，所以我第一届哦，嗯，第一届有人甲我讲，啊你伫写作，啊你伫做诗人，啊你他无要用台语写。哦，第一届听着人我讲咧，我唔安定咧起笑，大家袂难写。啊，结果迄个人我讲，迄个人后来就是我的老师，我的指导教授。哦，原来是。我后来就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大家会当写，啊，所以就开始要学写。是。啊，这是。足晚的代志啦，是，但是老师你这意涵是真深啦，啊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吼，好像又也可以说在记忆某一件事情，马上用到家啦吼，感觉每一个人看不同款咯。这我下一时阵当然就是嘛，我阵时是有台湾意识啦，是，所以我有把台湾这意象吼，藏入去诗内底，是，就是讲，夫妻啊嘛是等于讲。台湾人甲台湾的关系、用安尼来譬如啦。是是啊，我迄阵当我听，我是有这個感觉，很美丽的多事吼，啊咧海岸，然后就感觉讲，有时候诗人作诗吼，就讲一兼几个，拢可以表达每个人看诶体会意思无同款。啊，老师叫你爱讲，你嘛结婚咪进入三十几年咯、33年了，做老外款啦。所以讲到爸爸节哈，相信啊，老师一定啦，你也跟他讲，爸爸节是母亲节，所以同时都庆祝啊哈，是不是安尼哈？所以讲到讲，结婚了这么久了，都好，我有一个，有一个这样嘛，讲趣味的代志啦哈。咱讲吼，钻石婚是50年，所以老师50年要算嘛，紧紧啊，目前呢，咱大家讲目前呢都够啊哈哈啊，所以讲，因是这个钻石婚的迄个。魔幻夫妻啦齁，所以主持人呢都有当访问啦齁，访问讲你也感觉你老公有缺点无齁，啊这老太太就讲啊，伊讲阮老公的缺点就是那天上的星星啦，繁星啦，一大堆啦，主持人齁伊就感觉很奇怪，啊你老公敢无优点，有啦，
伊讲阮老公的优点吼，加一点较少啦，加一点尔啦吼。啊，迄点就那层吼，伫天上的太阳啦，所以太阳一出来，迄缺点吼。咱就无去啊，吼吼、哦，所以伊讲吼，吼，这个主持人感觉哦，听到足感动的，因为呢，这就是咱这个老太太用正面吼、哦、来看伊先生，啊，这嘛是吼，嗯，结过婚的，咱李晴爱老师，你感觉这个笑谈，当然啦、啊，有它的意义在啦，你感觉呢？夫妻之间，哦、这来问阮某啦，爸爸姐，爸爸姐吼，多贵你啊，爸爸都爱，我讲你。感受出面了，讲当初我这就是写好嘛，做喜帖哈，一贴啊的印章嘛，啊，所以我某就去来捡起来，啊，藏伫房间嘛，啊，也藏伫遐，逐工看呢。嗯嗯啊，但是吼，过无偌久，我就发现讲，伊拢甲藏起来，不爱看。啊，我就知讲是咩代志啊？咧、哦、吼、哦哦，所以我可能无迄个太阳，迄个优点，啊，可能迄个车，迄个缺点足济啊。足济，安尼，车够足光诶，安尼，车都足光诶。所以哦，后来都发现讲，伊也拢无搁咧看。讲到这吼、個，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要来请教咱乾华老师吼、啊。是，咱夫妻这首诗原作的第一趴第三句，写讲英英谢谢为你殷勤过秀的海花。对，真内面改成有老师的名咧。这就是，这是卡哈巴是你雕工自入性，对自入性形象去了。啊，一阵吼有人要我铺这个曲。哈、哦，足早进前有人要破这破，迄破起的人是足出名的一个人，啊，伊嘛来唱华听，但是伊就一直甲我讲，啊，迄因群吼，那唔是台语啊，台语袂安尼讲呢，我讲啊，无台语要讲哪，讲台语应该拢讲骨力啊，哦、我讲嗯，啊，我若改做骨力，安尼骨力过秀，我唔变骨花。国货海货呢？那是我的名呢。哦，这就是安尼啦。这因为我写诗吼，足济原因啦。现在要写字字，现在要安尼写，现在唔写骨力。迄种当然我有我的迄个想法啦。是，那就是我的名嘛。嗯、我的名就安尼就无法多改的啊。嗯，好。你这首诗是啊，嘛，我感觉足浪漫的吼。就是讲度假老师有讲，这有台湾意识嘛，所以其实伊这个岛屿，唔是全世界另外任何一个岛屿，都是咱台湾这个岛屿。所以伊的东花则是岩花，西花则是沙花。好、而且这个海洋甲岛屿之间的这个关系吼，我感觉大概。读到了，感觉真正足浪漫呢、嗯，对哇、啊！而且真侪人拢讲啊，台语就是那想讲，因为过去吼，对台语的这个印象可能较粗俗啦吼。啊，你看这首诗，安尼咱杜家老师安尼念出来，是毋是足优美的，足有文学性、嗯？所以其实台语伊嘛是一个。真有，会当真有文学性，真优美的语言，是。即大家语言吼，大家语言拢会做优雅的一部分，啊，毛以粗鲁一部分啦，吼、啊，咱台语的拢要从讲迄个粗鲁一部分，是，啊，就是要家己批想嘛，吼、啊，其实优雅的部分嘛是足济啊，无爱讲，台语的拢有啦，哈、嗯，啊，我咧讲，唔是干那台语有粗鲁的部分咯，华语粗鲁部分嘛足济啊，啊，英语粗鲁部分搁较济，哦，是，啊，但是这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讲，你若干那要强调迄个变做安尼嘛，啊无，对这语言无粗鲁部分，啊无，若无粗鲁部分，啊无，因遐粗鲁人免他讲话，是，哦、是。所以老师你安尼讲吼，咱若讲现代啦吼，咱以前咱都唔知啊，啊，即嘛现代我看作者看咱李晴啊老师所写吼，啊，作者拢用这种来写，真正我唔捌看别种嘅吼、嗯，啊，还有最近讲苏谢雄老师写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老师即嘛现代人吼，够人作有人敢用这个台语文就是来写这诗啊写文章，其实啦哈。嗯其实这个用台语书写，他讲的讲1885开始就拢有啊嘛。哦，是。啊，日本时代嘛，开始有真侪人主张讲，爱开始来用咱的母语来写作。哦，这个台语文论战开始，当台语文运动论战开始。啊，所以其实迄个时阵就开始有人开始写啊。是。啊，用台语写全部汉字啊，嗯、啊，写这个小说。
哈啊，热河哈，啊，有人写诗哈，杨华啊，啊，就开始写，但是当年到迄个战争的时阵，就是世界大战的时阵，日本又禁止讲汉语文书写，所以怎啊停止啦？啊，无迄个时阵是迄论战，咱来看适当的论战。该不要建言是台语文嘛？是，大家拢认同个爱写，啊，当然写真艰苦，迄阵都也无教育嘛，大家拢是拖想拖写，你像偌好嘛呢？写个足艰苦，写该不要，该不写袂落去啊？嗯，哦，啊，但是大家拢讲应该爱安尼写啦，哈、嗯哦，包括杨贵，哦，杨贵该不要写长篇小说，拢用迄个台语写册个啊？哦，是，哦、结果顶出来。报纸顶出来，伊家己看无，哈，家己写，家己看无，啊，我们放弃不会写，所以咱无迄个教育，啊，无迄个基础，所以用汉字要传播书要足困难。是，但是当时迄个时阵用罗曼语写，拢无迄个问题啊。嗯，用罗曼语写，拢写足顺的，因为就写台语的音嘛，咱、的话尔嘛，所以无迄个问题。但迄个话要用汉字写。要安那写，迄个足大个问题啦，吼、欸，这个产生迄个问题。对，啊，后来你看，这个战后咱登去嘛，咱拢唔知呢。咱战后这代人拢唔知讲，迄个时代有迄个论战，迄、个时代有迄个问题。咱迄个时阵作战物件拢禁，咱拢无看到，唔知啊、但是到迄个六控年代开始，有人开始用台语开始写诗。哦，迄阵就用向阳啊，林宗元啊，向阳，向阳，伊大学个大一的时阵就开始用台语写、伊家己嘛，家己研究，家己写，啊，上阮这种较晚呢，阮呢到八控年代尾啊，你看阮就晚呢，晚做济，我二十档哦，是，啊，阮才开始有语言意识，啊，开始要写，啊，我深开始要写，嘛是学白写，嘛是无学啊，啊，无人我教，所以我嘛是。想安那就家己写，啊，就甲倒去自立，迄阵自立晚报啦，迄阵就向阳咧主编咧，啊，向阳就看到李清岸三字就甲顶出来，伊也无咧管内底写啥话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我白写买当顶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后来就感觉安尼袂使，唔是办法，爱真正学，所以唔才甲开始学台语，啊，佮感觉讲家己应该。读语言学，唔只可以读语言学博士，是哦，是因为安尼哦，是，所以安尼讲起来吼，简单问一句话啦吼，咱秦汉老师，是安怎咱爱用台语写，你干脆就借用迄个华语写就好啊咧。那因为大家语言哈，大家语言啊，大家民族，有伊有伊家己的迄个文化，爱爱迄课你家己就是你有你家己。无去去书写，你才望得到你内心内底迄个心肝阴暗内底上个敏感感觉的所在啦。哦，是是，迄个感受，特别是迄个情感的部分。嗯，情感会使透过安尼，遐人也是感受到啦吼。迄个感性的物件吼，你若唔是你无去，你无法度，无法度感觉。你若透过唔是无去，比如华语。跟那亲像讲那咧翻译安尼啦，那、有翻译的感觉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我早前拢翻译下，我嘛是国小一年才开始学翻译嘛，所以翻译对来讲是第二语啊，唔是我的母语。对。结果我开始写翻译的时阵我足可惜，我迄本就因为搬刷做者所在，所以迄本迄个册稿拢碰见啦。哦。啊无吼。那看你边车过咯，等下看你，迄阵足侪人有看过。我话车过吼，拢画甲足地死哦，拢画甲密密麻麻哦，对啦，就一直改一直改啦。是是。啊，人家的解说就讲，哇，你有够认真呢，你写作够认真呢，你一字啊两字呢，啊改干呢哦。是，所以老师就是你写完了，搁看唔对，对啊，就是那我蒙未掉啊，我用华语写我蒙未掉啊，蒙未掉心肝内迄个感情，迄个感觉蒙未掉，所以我后来用台语写的时阵吼，我就无改加厉害啊。哦，是是，就感觉讲真紧就蒙未掉啊，真紧蒙未掉，这就是迄个差别啦，迄个母语的。迄感性的感觉，是哦，感情的结婚。啊，讲开都是老师啊，写未顺，感觉足爱叫都是啦，吼。其实想讲吼，真过去咱想要写台语的人吼，对汉字，比如讲你写一套，我写一套，过去嘛是一种困扰啦。想讲写那顶出来，家己也看无，还是讲别人也看无。有可能咱伊要表达的意思啊，我拢知，不过伊用啥物字我唔知。是，啊是真加载吼。后来就是讲，因为
就是讲每一个研究者，伊拢有伊家己的观点嘛。啊，所以后来就是政府有出面吼，啊，教育部伊有针对这个汉字的部分有做一寡整理，吼，啊，伫咧这个国小啦吼，这个教育的现场吼，都、就是愈来愈侪人来先接受这个教育部这套这个汉字。啊，教育部这个汉字，伊其实是伫咧真侪汉字内底选择。可能大家较会晓，就较好教、较好学的这些字吼、嗯，来做一个标准吼。啊，不是讲这些字这是正确的，是讲伊有一个标准，和大家来去照伊的这个方式来写。啊，而且嘛有编书店，和大家去查吼、啊。经过安尼了后吼，啊，大家写出来都变作讲，你写我看有，嗯、啊，我写的你嘛看有，因为咱用共一套标准嘛。嗯，啊，甚至读了这个，像讲老师是作家，啊，我唔是呀、啊。啊，不过不是作家感到袂当写台语，嘛、嗯、是会使哦。吼、哦，像讲阮逐即马大家拢有咧耍这个面册嘛、嗯、，Facebook 吼、哦，啊，大家不是逐日在顶头连消话，吼、嗯哦，啊，连消话会当用华语连，你当然嘛会当用台语连呐、啊。所以像我个人伫咧我诶迄个面册顶头连消话时阵，我嘛大部分拢写台语。细雄大兄嘛是同款嘛，对无吼？阮伫咧就是讲一寡五四三啊时阵，也是讲出去佚佗三块，甚至吼，阮即马就是。网络顶头大家买当开讲嘛，不管是用 Line 啦，还是用这类名册 ，L Messenger 东西都可以当开讲、嗯。开讲的时候，你嘛会使用台语来写、啊嗯，对不、嗯？就是我要讲啥，我都用台语字给写出来，嘿，写过来吼，啊，都变作惯习，嘿，都变作一个惯习，嘿，啊，会当写真侪趣味的代志，用台语来写生活中的代志，是是。拜现代科技的这个协助吼。用这个人名册啦、Line 啦、Messenger 这等等这物件来练习写台语文，这是足好足好的练习啦。是是。哦、啊，针对咱头拄所讲的这个是安怎对外用台语写这个话题吼、哦，我身为台湾人的一份子吼，我有一个足大的感触，就是讲、嗯，人讲哦，话是风，字是装、嗯，大家拢知啊，文字是语言。啊，甲所有文化的载体嘛，吼、嗯哦，咱即摆文学生咧慢慢咧讲，是，咱台湾有一个历史上古，哦，所以老师，安尼吼，即老咧后边，你甲来讲吼，啊，咱时间也够，本来要请咱李清雅老师吼、哦、来讲一寡话，啊，李清雅老师你哦，五秒钟来讲、哦哦，咱就是爱开始读，开始写，按咱们切开始啦 ，Facebook 开始。好、哦，开始写，开始读，啊，你就是未做前面古啊了。好，安尼好，非常谢谢咱李清安老师，还有嘉怡，还有是苏老师哈、哦。那各位听众朋友，咱下个礼拜见啊，会记继续，我下个礼拜一定爱坚持哦。好，再见了，再会，再会。再会再会再会